我好像是真的第一次演一個比較即富有少少的一個千金大小姐。我很記得呢當初編審啊監製他們找我的時候呢他是用兩個字形容我就是天使。我聽完之後我說 Oh my goodness 簡直是做自己就陰住笑 sorry 是啊他說跟住我就說、啊、其實是外表天使還是怎樣呢他說是骨子里渗透出嚟，外表都是天使。哇！我觉得呢个角色简直是为我而设啊！咁应该好难喎。咁其实最即系觉得最难做啊，最呕心应该是我啲同伴啦，因为他哋都有份听，即系听角色介绍噶嘛。佢一听话吓，点解会揾江嘉敏做嘅？咁其实都有个难处就是咧，我要坐住把声讲嘢咯。因为本身咩声？你系咪想我示范一下？是OK， 好，你冇事啊嘛？有事，你叫我示范噶喎，系啦，咁可能讲对白方面就比较辛苦啲咯，跟住之后得病仲辛苦，即系因为要坐翻嗰把声出嚟啊嘛，同埋咧，即系唔可以好似我平时咁样咁大笑，即系我就算笑咯，系咁样咯。